你们两个讲悄悄话排挤我，结果我不计较，还买点心来给你们吃，够意思吧？来，你的栗子蛋糕。哎，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很难买耶。为了腾腾，没有什么是难买。好久没听到你这样叫他了。怎么会？我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是一直在我心里啊。 你是咖啡喝多了，咖啡因中毒。不是，是我的人生豁然开朗，终于找到追求的目标。而且，我还跟美方达成共识。嗯，原来是跟美方更进一步了。你要这么理解也是可以了。看来我们之间的尴尬消失了。尴尬？有吗？哪没有啊？ 你前几天一整个晚上都没回家，还不是因为尴尬？我还特地上网订了温泉饭店，想拉你一起，想说来个坦诚相见，一路共度。泡温泉，好啊，我喜欢泡温泉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小叶，你的吃不完也给腾腾。这我的啦。哼，小气巴拉。